终于找到他了。哎，没跑没跑没跑，完了又跑了，老舅也没抓着。大家好，池子啊。然后那个接到一个好心的网友啊，也是告诉的，也是跟前邻居一个那个女孩，那个说那个这块拆迁房子有两条狗啊，是那个母女俩，也不母子俩，没记住，反正就给这跟前啊，咱们那个赶紧过来营救他们嘛。他主人都走了，然后他主人吧给他那时候是抓他，卖到屠宰场没抓着，然后就看这个狗长期给这来回出入，咱们去把这狗救回去啊。这都拆迁了，这原主人都走了，都拆了。我们这地方拆迁地方最不好找，你不知道他跟哪儿跑，所以说你就找不到。这都拆了，分个人分个找吧，咱分个找吧，分开找。没有啊，有吗？没搁那儿啊？那女的告就是两排呀、啊。没有，雪太深了。哎呀妈，乐死我了！这家这车刮坏了，你说啊？你说你付出多大吗？哎呦我天哪！他这块坨的，坨顶的。没有啊，这都走了，这人拆迁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找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。哎呦，这块都拆迁都走了人。哎呦，这就是狗吃的，你看没着？他不该整那鸡吃的。他们一天呢不知道怎么活着，看没着？他都搁这掏啊，他都掏掏那些扒那些东西吃，他能活着就不错了。他就掏那些能吃的东西吃，这能活着他就算他命大了都。走啊，就这跟前不能远，不能远，都搁这跑吗？这不九脚印吗？你们上底下看看去，你俩上底下看，我上上面看。这头不一定是有，这头。这狗曾经搁这跑过呀。这难找了，不行了，我们几个手已经都冻僵了，哎，换班录吧。
戴个厚点手套好了，我操，冻死我了。有吗？找了一万来个房子了，那他妈的，啊？啥呀？有啊。不是，看这个，他能一直在窝里待着。窝。妈呀！他这只能一直在附近了，走走走，换个屋吧。他一没在这屋，上面别塌了，你瞅点头顶。继续收好了我们的车，保险杠呢已经被这雪给刮掉了，雪太大了，车祸现场。没招啊，他能闹出吗？你妈，这床垫呢？你这都手都透红，我们没拿手套，忘了。刚卖货回来，房子没够。可能我啥事儿我都没耽误了，上你哪儿卖货去了？上咱们那个。嗯，对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太冷了。追追追！终于找到他了。哎，没跑，没跑，没跑。完了，又跑了。老舅也没抓着，来呀，车六成，这小土狗，哎呀妈呀，你在下面绕过去。拿来。完了。你给他喂肠了就。啊，好冷啊，手都冻抽了。哎呀，堵了堵了，那边哪？来来，我领你回家。跑雪堆里。哎哎哎，咬你！哎呦我天，是个女孩。我操，母的。我这都啊。谁？二表哥也看到一个，几个？几个？一个。先把他扔车里。啊、哦，真好！我操，找到了。这狗挺温顺的。拿手套。你这你要是不抓回去，冬天肯定冻死了，没有啥吃的了都。没有啊，我，啊，我看他从那个从那门进去了。哪儿呢？有吗？哎呦我操，这儿。
在那背底下呢。那钻着的。要不要人？好像这个是不是有病了？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病了？蔫了。啊？这狗躺哈喇子呀？啊？躺哈喇子这狗啊？我的妈呀！这不行，干啥呀？那你得给他救回去啊。还行，不咬，不咬人。救回去，你隔离呗。这狗还挺老实，老实。土狗，我小土狗。中原中华田园县，啊，这病了。有病了，你看这个趴的地方都是水，冻的吧，还是咋的了？上院呢，用吗？去查了去呗。这是小男孩，他说是两条。这个这条好像是有病啊，不咋愿意动的。味儿啊，它身上有味儿。你那股味儿老狠。那流浪狗肯定它味儿大呀，没人给它洗澡呢。扔车上吧。它这个地方好像是，好像好几个月了，好几个月了。得好像得有最少得两个月了。我操，都冻冰塔子了呢，这大哥。冷。走吧，救回来俩小狗。哎呀妈呀，回来的路上接了一个电话，给拆迁房子。哎呀，又得救了一个，救两个。嗯，